怎么有你这么贱的贱种啊？你真是个臭狗啊！我真没看错你，你真没让我失望啊！他可真是素质高，癞蛤蟆爬脚背，不咬人膈人，是不是？看信息。好好，我看一下。我过生日的照片。过生日的吗？嗯。嗯，哎呀，某些人还哭呀，真丢脸呢啊！你真恶心，你跟人玩个游戏搁那录音啊？你是真狗啊你？咋了？哼，不行、啊，真的狗。嗯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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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登登什么呀？五音不全，你登登什么呀？我登不行吗？我就登登真难听，下回别登登了。哇，他真的好恶心啊！姐，你以后跟他打游戏，你说话真的注意点，小心一点。没有，这个人搁背后我在那跟他打游戏，真的。他跟你玩游戏搁背后搞录音这一套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这不是一个陪玩的基本素养吗？噔噔噔噔，你不懂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？陪玩基本素养？你在说什么东西？你不知道吗？快舔，你快把你的虚背老狗舔好吧，你给他舔明白了吧，真的，人家说啥都是对的，你给后面对对对。不用舔他吗？真的，他现在跟你说，现在跟你说地球是方的，你都得说对对对，是方的，虚背说的对。他就是那个，他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什么，小桥底下盖小被，有事就说对对对。哎，对对对。他虚背老狗说啥他都对对对。现在告诉你了，月亮是方的，也是对的。现在告诉你了、嗯、狗是站着走道的，他也会说对的，是不是啊？咋了？他也说对对对，只要是他虚背老狗说的什么都是对的。咋了咋了？嗯。哎呀，咋了咋了？打不过，打野都给你了还打不过，开始耍嘴皮子了是吧？我打不过、啊、游戏还没开呢，说我打不过、啊、你搁那梦游呢、啊、是吗？哎，上一把不是给打野了吗？怎么黑 的？有事没事随便放个大、嗯。你不知道小朋友不可以随便乱扔垃圾吗？砸到别人怎么办？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？让你服一个了、啊、让你服一个了，这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真的是。让你服一个了呀。行啊，娱乐一把嘛。杨帆，建模干嘛呢？别急啊。可能想跟你贴贴。贴贴也太凶了，小熊都不着急，嗯，哎，不急，建模要跟女老板贴贴了、嗯，也有可能是他不打、嗯、不想打上，想跟你抢中路。兄弟们，等我打完，别急啊，现在操作呢，抢呗，在操作，兄弟们，放喊爸爸，这人有病啊！哎呀，俏丽凉，哎呀，哎呀，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，能玩吧？走了，能不能玩？嗯。卡萨丁啊！哎呦，好，帮你打得很到位啊！反正这把也快维护了呀，速战速决吧，别给他后期了。啥速战速决？女枪，女枪很强，女枪又不靠后期拿人头。哎呀，操，好恶心！你也打不到后期了呀，后期维护了呀，你怎么打？要维护，嗯，所以得尽快拿人头，是吧？得赶紧拿人头吧。是他，我别再等后期了，等你六神装，六神装我都能杀人，还用你？那太贱了，咱不干这种贱事。嗯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他们都两级了，往后撤一下吧。哟。小熊来了，姐。嗯，上。好恶心呀！行，姐，我先抓上路吧，上路有人头，我先去拿人头吧。咋这么凶吗？我的妈！你要你只要勾到就死。哎。哦，你只要勾到就死。没想到才二级，不学艺啊！哎，行。哎呀，好一个！我又没勾他，他闪什么呀？
好一个身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拿个头，不好意思，礼让了啊。坏了，给佛爷哥拿到一个头。别急，这我都不稀罕跟他说姐，这都是小事，拿一回拿的多，我准备先领先他10个再喊他。是，领先一个我都不稀得搭理他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好抢，玩的好呀。你闭嘴吧你！抢的真好呀！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先把前面的追回来再说吧。玩的好啊，下路玩的好啊。弹过去了。没事，我们下路好拿头，好拿的。哎呦，拿的好。留了。你好一个声东击西啊！该说不说的。我操，这机器人都跑到这儿来了，你们下路玩什么呢？机器人打野，机器人又不是下路的，说啥呀？机器人是打野，机器人啊！你在逗我吧你？啊，行，我错怪你了啊，小狗子。就是，机器人打佛爷哥，这机器人没喝多吧？哎，怎么不踩灯了？啊，我在看那个。他又不知道我们这边玩佛爷哥，我们玩的。哟，他这个佛爷哥玩的确实好。坏了，可以啊，坏了，给他拿两个头了。嗯，慌了，害怕了，畏惧了。那必不可能，别来下路送就行。你别来下，我没去啊，我们可没去。别来下，别来下，下路不需要来。嗯，减速。姐，我来了，动手。他、啊、这都没看到你、啊，杀不了了，他闪现进塔了，算了。那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杀不了，好像。把你把线推过去吧，你没狼了。差一下。你是帮我来推线了，还是来吃我线来了？一个兵我都没拿到。没事呀、啊，姐，我拿一样的呀。路拿两个头，还好。哎，我们下路拿两个头，中路因为兵线吵起来了。没事，姐，我也能拿上呀。回家补个装备，我就拿了。哎呀，不要慌，是塔皮。他下路毕竟还带着那个月月那条狗呢，他们两个人呢。那两个人头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不也中野吗？嗯，你骂谁狗呢？嫉妒呀！啊，打野人们只来中啊，打野才来了一次中，还被杀人，有问题吗？那他不去，那他不去跟你贴贴，怪谁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你说我他帮我什么呀？他没来呀，他没管我呀。那打野不走三路干嘛呀？他不管，就在野里去待着呗，就在野里去猫着呗，是这意思不？说谁呢？他应该从中路帮你呀、啊，那能怎么办呢？他帮我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他没帮我呀，那你别说下路，所以拿这个话拿什么拿这个话说什么呀？咋了？不能说什么？谁帮谁了？那卡斯汀死了吗？咋了？不能说呗？咋了？不能说呗？卡斯汀也没死呀，不知道你们俩在说什么东西。你们在这说，在这唧唧歪歪说什么？哎呀，我们下路你们不也中野联动吗？我们联动了吗？那你们不联动怪谁呀？真是的，卡拉丁是真的狗啊！你不是说我们联动了吗？问题我们没联动啊！你污蔑我呀！哎呦，我操！好牛！你这辅助玩的太强了，真的。因为你他下哎玩的好啊！哎，怎么还在 K 头呢呀？不会有人拿不到吧？什么 K 头啊？我是追着卡拉丁下来的，你看不见吗？那好笑，好像我来专门来 K 你们头似的。你看我杀的卡拉丁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自己也 K 呀、啊。打完这把的话，啊、给他抽两个等级红包。哎、你们怎么 K 呀、啊？那不是你们人都放在那杀不了吗？打野不能走散路是吗？打野只能在野区待着是吗？你规定的。人家没血在塔下站着，你们杀不了，我杀了就是 K 是吧？哎呀，这边被打残了，人家才去塔下的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捡个便宜还没关系吧？你们越呀，你们越呀，没不这不明显推进去就准备越的吗？谁让他过来捡便宜了？那谁让你们不越的？你们那么慢呀？我都在后面都等困了都。没事，我三个头了，他几个头？看一下，他四个，不好意思啊，自己看。四个还好，好追好追。你上把不也领先吗？后面还给我超十个，你别，游戏还没结束呢，你别。我来了，姐，我在呢，我在的。好的。别嘚瑟，好的，不慌 QW OK 五个咋了？一反勾没勾到，这下路不出来，这下路那怪谁呀？我让他们不出来的，我打电话跟他们说的，那没办法，他们不出来去。
自己没本事杀不了，就非说人家不出来，挺搞笑的。有些人，人家怎么，人家是傻子，被站着给你杀呀？你这么嚣张呀？啊！你们快追过人头啊！你可少输点吧。这个，你这辅助玩的，我这不会玩 AD， 随便拿的，随便杀。哎呀！随便杀，随便杀，他们已经不出来了。出来随便杀，随便杀。哎。他们不出来了，咋办？这不是吧？他们不是想拖到维护吧？他不出来了、啊。你们搞清楚谁领先好吗？你是不是在梦游？又没说你，我说对面，说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好好，我说对面下路，你打什么枪呀？你说我们呢、就是？我们打你们还要拖维护，你是给我整乐了。哼，你前面那么多仇输的还没追回来呢，你嚣张什么呀？你嚣张？早晚一天要还回来，知道吗？早晚一天还回来。六哥，好！哎呀，他叫闪来，现在崩了哟！奶四，心态崩了呀！心态崩了呀！推！下路应该吵架了，对面下路。肯定吵架，你这跟我说实话，谁不吵架呀、啊？啊，你搁谁也吵架呀、啊？应该是对面辅助在骂 AD。你这个，你这勾的对面，说实话，直接不想玩了，好吗？哥们儿，我领先你63个了，兄弟。嗯。现在那你先把这把的追上呀！你在说什么？你这把先追上呗。我这把差你一个呗，很快就拿上了。你追呀、啊！快追呀、啊！你当时。放弃挣扎了。不慌呀，不着急，不要慌。来了，五级。来，中路乱拿，来，小熊。好的，姐，来了。来，快点，把腿倒腾快点。他直接站着不动了。姐，等一下，我要去下路抢个头。哎，没来得及，我来中吧。那你就把他们这个头给 K 掉了。他这个血有点多呀，姐，我不好约他，他满血咋约呀？我有熊啊！坏了，W 闪失误了。推，搞快一点呐！来了姐，这个确实不好越呀。那就不杀了，越他我们俩都要死。走！哎，他后面有个机器人，我在后面帮你反对一下。下路不会等下在二塔不出来了吧？不知道，他不敢出来了。索然无味了呀，突然。那咋办呢？这挂机算哪回事呀？哎，他没挂机还来。一血塔都拿了，哎呀，给老土豆给打感冒了。咱也不知道谁在那背后偷偷摸摸骂我。给老土豆在旁边的，你往上靠，让他踩你就是了。给老土豆的打感冒了咋办？我操，这一枪这么痛！来，可以远，下高可以。漂亮。嗯。完了，玩啥呢？给我麦子了？没有，姐，他跑的有点快，他直接交闪了，超你两个了，哥们儿。超你两，我能追。超你两个了，哥们儿，超你两个了。我溜了，我超你一个啊，超你一个。怎么就让他超了呀？不知道，他下路。那没办法呀。对面下路不好好玩了，搁那摆烂呢，姐。这下路对面下路太菜了，真的，直接不打了。对面不好玩，在那摆烂。我们去中吧，我们去找别人杀吧。对面下路都你干嘛来我中啊？玩啥呀？为啥来我中啊？那下路推完了不去你中去哪儿呢？你中了去哪去哪？为什么来中啊？不影响我玩吗？那打我红是什么个意思呢？不能打呗。你凭什么打呀？你配吗你？我为什么不能打红啊？你不配知道吗？你不配，懂我意思吗？我就配。能听懂我说话吗？我拿了，咋了？不是你过来影响
我发育干什么？你有病吧你？帮你推一个线咋了？你蒙晕他呀？那卡萨丁不杀你，我晕你大爷，死吧你！徐飞，徐飞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没用，完了，给我勾挡了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不用来，我这发育，说实话不用来，好吗？哦。你能不能滚呢？别在我中线，那你恶不恶心呢你呀？哦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太惨了。哎，哎我天，好险！玩的好。哎，我咋死的呀？你为什么在扛塔呀？我不知道，他机器人都没了，咋死的？哦，你刚刚现在是不是有个红？我不知道。玩的好啊。记得呀，走吧走吧，哎，好像能杀他。无尽来一个，无尽来一发，不是我咋死的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死的，好奇怪啊！啊？哎，后面蹦出了卡萨丁呢！哎呀，这你玩的，你看我姐，你看我姐随便玩个英雄都说实话直接拿捏你，真的。嗯，小心，哎。他拿不拿捏我能咋的呀？我又没跟他玩。Nice， 来的真及时，干得漂亮！快点，再继续杀去啊！好的，姐。哎，有个姐便宜的，真过分！怎么还有六分钟维护了？贴我野怪呢！还有六分钟维护了，快点杀！某某是杀，不要野怪了，要什么野怪呀？谢谢啊，好，谢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应该的，都是陪玩嘛。谢谢我徐贝哥哥，哼，就会玩那些心眼子，还不知道你了。哎，谢谢啊，谢你大爷，我用你谢我，我是你母亲呢，你谢我。嗯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溜了，哎，气不气？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嗯。哎呀，这谁顶得住呀？该说不说的，快点，马上要维护了，你快他妈杀两个去！杀不了呀，怎么能让建模拿头呢？漂亮，漂亮，不亏，他又拿头了。你看这机器人就跟猪一样的，快点快点，继续继续，你把这个人头给我打平去。我去姐，你看到没？我可以。哇操！我要求不高，你给我打平就行。送就当最后一局玩了，娱乐了，打平行不行？怎么办？行姐，你了。我怕对面投降，我操！他们还有四分钟维护了，别晃了。推推推推推推，溜！我就下了，姐。现在就去下路推波线，我回家了。该说不说的，关键他把人杀了，对面没复活。走了，我走了。活了，活了，快点！姐，我走了。快点打，要维护了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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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姐，我来了。追回来，追回来，追回来！再多杀两个，别让他追回来。那必须的嘛，送啊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他有大吗？我操！佛爷哥能这么杀吗？佛爷哥，我也想玩把佛爷哥了，痛！哎，我操！他打不阿闪！哎呀！你真是卖了他有阿闪了，你真是我没回复。你是来来来来来，你真是卖你家陪玩。好了，屌卡萨丁！哎呀，我姐怎么玩要你管啊？觉得你有毛病似的，也不知道你一天在这干啥的，你一天搁这评论这个评论那个的。哎呀，没人杀了呀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自己干啥都整不明白呗。无敌是多么寂寞呀，对面不敢出来嘛，对面就想拖到维护呀。哎呀，他们还能杀三个头，很快。那你来呀，你倒是来，你离得多远呢，大哥？还有两分钟维护，你能腿过来了不？点死他！邓姐，你看到没？我先我再杀人了，我操！
legendary 没了。哎雪哎，安妮干啥？走啊走啊姐走。来来来，坏了，给他哎呀！喂，我顶他，你来叠死他。我说上不了，上不了。哎，我溜了，我溜了。快来快来，你别在那晃了，半天来了姐，我刚把机器人杀了，你看我追了一个，快结束了。来来，给你续杯哥哥，还差三个，还差三个。你真是狗啊，你真狗啊啊！给你了呀，你怎么没拿呀？你真狗啊！快来这卡夫丁，嗯，来个暴击，十五个头了，压你三个了。打后面万豪，压你三个了，压你三个了。哎呀我的妈，我拿个红，我拿个红，你让他拿头了，我拿个红，咱俩来不及了呀。嗯，完蛋了呀，咱俩来不及了。再来，这剑魔别他妈杀人，再来。哎呀，哎他追上了呀。哎那没办法，那没办法。哎我没技能变晚了。这别不知道呀，不知道会不会直接停，不会、啊、直接就会停。没怎么的，没经历过维护啊，就你啊阿培娃。来来来来来，这边有头，这边有头，我来了我来了。哎行，哎我操，机器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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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我来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我来了我来了，我操他他妈红蓝成我哟。拦他拦他，哎我被晕了，太了，我操，又拿一个，咋了？完了呀，随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啊，什么时候维护啊，快点快点。我再去杀姐，还能上还能上，两个头很快的，退了退了，完了，这两个人不在家，这两个人不回家了呀，我操，一二一百八十点了，拦不够啊。就杀这万豪，就杀这万豪姐，只能杀这万豪了。来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，杀拿他吗？哎呦，怎么还是拿不到啊？晕他呀，晕他呀，太高了，晕他。那个爆发有点高，他有收集者，还有抓他进去，抓他进去，没事没事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没蓝了，蓝没了。他没来了，快杀快杀快杀，拉扯一下，杀呀，我帮你控，谢谢啊。哎你真是他妈好开呀，你什么都没有你就光搁那开，你玩得起不玩得起呀，没见过人头似的。妈呀妈呀，我来了，这头这头，姐你看我血，我不敢过去。你过去，哎呀，戳个 Q 也行啊！这一下又拉出来五个头。没事没事，姐，别拆了呀，剑魔别拆，完了，掉线了，维护了。啊！维护了，哎呀，那就不算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对呀，维护了，凭什么算呀？还没打完的呀。维护为什么不算呀？机子又没拆，为什么算呀？机子又没拆，游戏又没结束，凭什么算呀？哎，不是，凭什么不算呀？五个，凭什么不算？肯定不算呢。对呀，游戏结束了吗？我就问你，游戏结束了吗？我们赢了吗？拆掉了吗？有证据吗？你对局记录有证据吗？你有证据吗？他好贱啊，姐！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我就问你们有证据吗？有证据说你们赢了吗？你有吗？你说话有吗？这套是吧？那还不如这局为什么要打呢？我天，我不如跟他去打。知道啊，那是知道啊，那你们打游戏没有结束呀，没有对敌记录，你们凭什么说你们赢了呀？我还说我领先你们十个呢，快给呀！哎呀，玩不起。没结束，你怎么知道？旭贝老鬼，快给呀！我领先你十个头，怎么不给呢？哎呀，我操，这好贱啊！玩不起，姐，别跟他玩了，
是不是玩不起？谁玩不起呀、啊？游戏又没结束呢，游戏结束了吗？对面基地爆了吗？请问？哇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五杀不了呢？啊、不是，对呀、啊，对面基地爆炸了吗？赖、哎、我没截图是吧？不是，对面基地爆炸了吗？没有用啊，因为这局没有结束啊，玩不起，没结束就不算呢，玩不起，谁玩不起呀、啊？谁玩不起呀、啊？你玩不起啊？不是。这把说不算，你提前说嘛，跟你们浪费什么时间呢？我不如跟徐飞去打单双呢。因为我说了，我一开始就说了、哦，单双也打不了，不如两个人去玩呢。但是这局没完事儿啊，水晶没上呀，我们没赢，我们没赢啊，没结束，我们没赢没输，对局没结束啊，对局没结束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杀不了了呀？哎呦，对呀，玩不起是不是？玩不起，怎么玩不起呀、啊？就五个，又不多，干嘛玩不起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姐，嗯。他这，没事姐，你自己说吧，你平心而论，对局没结束，你怎么能断定我们杀不了呢？哎，要是能结束，哎、我们说不定还杀更多呢。你能截图什么呀？你能截图，但是你能断定那这局游戏没结束，你能断定你们就一定赢了吗？基地都已经要拆掉了，为什么不能断定、啊？要拆掉，但是没拆掉。那你看打比赛的好多呢，那基地就剩一点血了，还有翻盘的呢。对面梅亚塔都还没爆呢，怎么就基地拆掉了呀？啊？哼，我有截图啊，我有截图啊。咋了？你有什么截图呀？你有截图啊？对，我有截图啊。咋了？早说呀！我有截图啊，姐，你别想赖皮。你有截图，我有截图、啊。你有截图，我们也有截图。我们没有本场对局。有。什么？你不需要本场对局啊？有截图啊？咋了？为什么不需要本场？你截图？为什么需要本场对局、啊？你怎么证明？你怎么证明你玩的那些个队友是我们呢？怎么对？怎么证明？有些哎，不带这么玩赖的吧？哎，你怎么证明？兄弟们，有录像就离谱了。有录音还是没玩赖的？水晶没推，对局没结束，你怎么断定我们赢了？录像就离谱了。录像不行，人家不都是那不管呀？打到最后，哎、打到最后一定有五个头呀。我就问你，包包局是不是看对局记录，然后比人头的呀？有截图、啊、你有对局记录吗？你有最后战绩吗？你有游戏都没结束呢，你就搁这要钱？哎，又打包包局打到一半说，我领先你投，你现在把钱给我吗？有吗？别说了，熊，我现在就我就问他一个，我就问他一句话，你多少个人头？熊多少个人头？我要你说一下，姐，我好像打了，我好像三十个。你说一下，徐飞21个，三十个，姐，我好像是三十个。徐飞21，他16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几杠几呀、啊？你把他俩的，把他俩数说出来，几杠几啊？我不知道，姐，我就记得我32。我就看人头，我为什么要记他们死的字呀？你有截图吗？你不说啊？几杠几呀、啊？哎呀，哎，我放你哭的声音吧，你这个人挺贱啊！你滚吧，你有病吧，姐，我不别别姐。姐，别听他恶心，姐把他屏蔽了，把他屏蔽了，就去被这老狗又开始恶心人了，把他屏蔽了。哎呀，姐没事，让他五个吧，真的，咱们今天已经赢60，他们赖皮，他们赖皮就给他赖吧，好吧，你到时候发群里面。谁赖皮呀、啊？谁赖皮？谁赖皮呀、啊？明明就没有结束，整的好像我们赖你，我们给不起似的。姐，你到时候发。对呀，又没有结束，凭什么给你、啊？姐，你到时候发那个群里面。你看，你也说了，我也输了那么多了，哎，我也不在乎这点儿，但这局就是没结束啊！你跟谁说的都是啊？对吧？没事，姐，你就到时候就是你懂吗？到时候发群里面。你说的好像我们错了一样，你说的好像是我们不在理，谁不在理呀、啊？对局没结束算什么呀？发说这个老土豆不要个脸，讲道理玩不起。什么不要个脸？我哪不要脸了？赢了吗？玩不起啊？不是，我也没差，月月一分一毛啊。但是这局不算的、啊，就是不算的。我姐差你们一分一毛了吗？没有对局记录啊。哎，姐，我记得人头是打平的呀，姐，我不知道他们搁这要什么钱呢。姐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不是，我就记得他是15头，你15头。对，我是15个头，对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我也记得就是这个。我就维护了，然后我就卡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是、啊，我还说再去杀一个，我再多抄他两个，哎、然后怕直接掉线了。算送给你们的啊，之前赢了送什么呀？这五个算送你们了，好吧？送的呀，没有你们送啊。我们没赢就没赢呗，整的还非给自己脸上贴金，整那出恶心人。你发群里面发，你们俩是真恶心。发群里面，到时候让那个老土豆丢丢脸。你发群呗，你发群让他们查对局记录啊，对局记录我又删不了。哦，真离谱呀！哎呀，没事。你让他们查对局记录啊。没事，没有对局记录，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真的。没有对局记录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凭你们俩。兄弟们，我会抽两个等级红包，两边中啊。我们俩还两张嘴。对呀、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俩在说什么，啊、就觉得哦，就他们赢了。你有另外一个证人吗？要不你把那路人叫来，他说就行。
路人，那个路人叫啥来着？哎，我忘了。不知道。你都没有对你不是有截图吗？你不是有啥有这有那吗？你去找去。哪找路人呢？你们说正，我们说反，我们说正，你们说反，怎么也理不清啊？除非你把路人找到，你让他证明。咱们赢了六十。怎么找呀？咱们赢了六十。算了，姐，咱们不跟他们掰扯了，就当施舍他给他们了。姐，我给你发私聊了，姐。我们就当施舍给他们了。得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想给算了。哼，到底谁是谁呀？这么玩不起吗？姐，我给你发私聊了，姐。给他们了，给他们了。咱也不差那几个，是吧？行了，走吧，都维护了，别玩了，真的。以后别老牵着你这条狗出来恶心人了，月月啊。不是，你那虚伪老狗牵狗。我不就说了吗？最后到底是怎么个人头数？你们自己不承认，跟。啊、你说了我们不承认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干嘛的？你是干嘛的？我说了呀，你把续杯几杠几杠几发出来，不是小熊几杠几杠几发出来，他记不清楚吗？加好友了，你给我发出来行吗？我多少杠多少杠多少，你发出来行吗？你要这么说，熊他自己的战绩他自己清楚，那我们杀六十个，不接，我杀了一百个，带这样的吗？说少了，我杀他一百个，他落后我八十个头，那自己这掏钱呀？他自己知道一百个。嗯，真离谱呀！确实离谱啊，姐，真的确实离谱。没事，姐，不用跟他。太离谱了，我真没意思，姐，他们不给你分。玩了，谁没意思呀？到底谁没意思呀？谁没意思？不知道，不知道谁没意思。姐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谁还跟你玩啊？不玩就不玩，维护了玩个屁谁跟你玩呀？真的，赖账，输了就赖。哎，没意思。你看好不要脸啊！这两个走吧，熊走吧。这两个脸皮比我还厚，真的。你们这脸皮，昨天还哭呢。哎呀，走了，这他妈的这个赖皮啊！有录音我知道，有没有录音？录像不能放，妈的你我干个陪玩你还搞整上录像了，我你这越说越离谱，他妈！来，给兄弟们抽个两个这个等级红包，兄弟们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“酸奶电竞”啊，回复“咨询”，然后瓜分20万块钱啊！大家先去这个注册一个号，兄弟们，先去注册一个号。给大家发个，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啊，这月姐长得还可以，长得还行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月姐长得还可以，该说不说的，给他看一下，等一下我存一下。没事，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没关系的，懂吗？照片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等一下啊。然后兄弟们，你们这个弹幕还是老规矩啊。